各位毕业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市长柯文哲。首先，恭喜各位同学顺利毕业。在学习的过程中，也许你很成功，也许你很挫败。我要对成功的你说，你一定要懂得更谦虚，因为只有谦虚，才能够让你有继续进步的空间。另外，我也要对深感挫败的你说，挫败是人生最好的经验，它让你有机会去思考为什么会挫败，进而针对缺失找出对策，迈向成功。此外，挫败的经验反而让你有机会变得更有同理心，然后成为一个更有竞争力的人。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历程。进入新的学习阶段后，你们一定会面临更多的挑战。市长在此期许大家，在既有的基础之上，为自己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，以良好的学习态度把基本知识学好之外，更要培养自己拥有团队合作、容忍挫折、多领域能力、同理心及恒心毅力等人生关键能力，才能让自己有机会在未来的世界里成功。最后，祝福大家健康快乐，鹏程万里。